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，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，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。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。其实刚刚农委会主委回应了这个问题，他说已经准备了10亿元要帮农民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是拿我们纳税钱的人去补贴。其实大家都在问，那你是不是有办法？你骂人家中国大陆，那你有办法开拓其他的通路？重点是让农民有其他的通路可以去行销。那么你官方该做的责任是这个，不是动不动老是跟对岸骂来骂去，然后仇恨的情绪在炒作，又要依赖人家，结果人家一旦断你的大门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又拿我们纳税钱。钱人来补贴补贴补贴，今天补莲雾，明天补释迦，然后之前补凤梨，要这样没完没了吗？龙介先在我们线上，龙介先，你吃明珠翁来哈，明珠翁来，大家吃到变翁来面。今年食客莲雾，我嘛希望网友啦吼，观众朋友大家尽量帮忙吃。陈吉仲，你唔通当妈冷笑话哦，啥物这？孤行入味，你都甲新增落去当放心。我甲你讲，海关检查大概就是世界各国啦，伫贸易谈判内底，拢会保护农业。所以咱要进口人、出口人的机械处理。那美国就讲啊，你爱互我进苹果，咱嘛捌甲美国的苹果禁。美国就讲你爱食我的小猪肉嘛，对不对？莱克多巴胺恁加食过，这个谈判。那么纽西兰的苹果，咱嘛捌甲禁过啊。为什么我就验到有虫啊？今仔日孤行，包括去年的往来，唔是一拜两拜哦。陈其忠，你讲检验率99%合格，唔通搁认这个笑话啊？咱通常入去就对啦吼，一卡货规拢会甲你抽检六箱啊，六箱搁是互你指定的嘛，两岸友善嘛。啊，有钱的你甲我指定到六箱，我照这六箱甲你提出来验，啊，你搁验到，你甲看卖啊？是。通常就是讲呐，若验到吼，伊有两种。一种就是进口中的底下海关因底下熏蒸啦，消化甲烷熏蒸了，放行嘛，这一卡货规价差不多10,000+嘛。即马去年大陆的讲，阮不再做熏蒸啦，妈台湾你要熏蒸，那为什么你不在台湾熏蒸呢？你台湾都敢那高雄港有尔，那么你讲无啦，这孤行本来的世界拢有，这太平洋豚纹。粉介壳虫，这就是咱这款白孤行的是安那呢？伫台东今年的3月，台东县政府就已经补助这个压缩机啊，给农民为啥？就是要叫你捂了对了。那你的咱的农民真可爱，你个怎样讲？伊咧生产的时阵伫遮咧捂吼，捂了背起来，这个捂好清气啊，放喺边啊。其实你背起来还搁吊伫其他头骨啊，你捂过啊，搁吊咧。那么因为过去就是因为这段疫情时间，我讲给你听啦。其实水果进去也很难做，为什么？因为咱知咱阿里台规矩的是多水分，所以你很难长途运输嘛。那么你想啊，咱的运输拢爱在迄个低温，差不多2度到8度，不定看什么规矩哈。那么在安内中间里面呢，它只是休眠而已，它还是在熟成，是较慢。但是呢，即摆疫情多啦，即摆入去到迄个厦门就对啦。咱通常船啊，我讲吼，就是要下回没有，船客港全部安啦，检疫，船员先落来筛检，你听有无 ？PCR 测检呐，所以拢慢差不多2日啦。慢2日，其实这段中间呢，台湾的农产品进出入去到大量的真济国际就是拢。哇，到尾拢歹去啊！歹去变啊，进口商就你卖嘛是歹。这第二就讲，验到这个孤行，唔是即马较有诶哦。这陆陆续续过去的拢有咧甲咱通知啊，唔是讲临时叫你停，话停就停，唔是安尼啦。去年往来吼，有若进前甲你讲改善，咱拢无要讲信道就对了。所以到迄阵话停的时阵，停了，大家要哭无目屎啊。那么钟嘉宾我。宁可相信伊是口误啦，吼！一句话讲出来，对咱的农民很伤害，伤害足大。是，今仔农民足侪人敲电话，梁介兄，你着拜托下啦，你有机会啊，甲阮讲者。靠，阮去卖人，啥物咧厝去骗，啥物咧海啊卖人，你嘛拜托的。那起你妈是三脚六脚的，阮会去卖人。那
台湾，你们看咧，咱的规矩伫大陆里面，啊，搁有叫做四大天王呢，哦，石刻啦、莲雾啦、王来啦、爱文啦，哦，类似这個，啊，你讲日本，那为什么你外销日本，你要争，你想要不要吹？因为日本伊就是无愿意台湾这糖，甲糖的能力，你看下爱文哦，伊即马吹了吼，伊就搁用迄、那个。焊镜哦，迄款，即个放大镜就对了。嗯，大机个放大镜哦，啊，甲伊吹哦，吹看伊个。啊，无啊，看迄个卵啊，虫卵啊，虫个放个卵啊，即个新虫个卵啊，都爱吹到死，然后吹到五星，伊就啥啦？因为碳气的污点，咱山下起污点嘛，碳素病嘛。嗯，日本就是要求安尼，但是大陆用完啦，伊有哪有碳素？所以呢，咱伫只温汤啊，煮差不多55度、60度安尼，煮差不多50秒，安尼起来，让迄个污点咧，当慢两三工，咱来个冰咧，煮了水个冰咧，了分钟，所以就用低温来控制，让伊去到遐卖伫架仔顶哦，啊个水圆。咱的农民是拢过境过呢，啊，你开讲咱怎啊拢用这个奇里巴斯用刺激品？唔安尼讲，我相信台湾。这立委哦，张立委应该出来澄清一下，无所有农民听到这句话，大家拢作伤心了。你安尼拢来到底，啊，阮即马是安那？啊，咱伫台湾菜市仔顶看到的农民做生意是动色无气呢，靠天食饭已经作可怜啦，政府无要甲帮忙啊，作可怜啦。啊，恁干那要补助这個、补助这個、补助到落用？你今仔日无处理，哎、欸，今仔日我甲你讲，石刻是10月开始大出的，伊即马甲你通知哦，其实对你袂歹。所以无你啦，等你旧年往来先啊，也惨，就是安那，外销的客啊拢停落啊，话停就停，迄个料搁较济。哎、欸，你茫看呢呢，包装客啊，即包装住宅就对了，占高品啦，占要个40%至50%呢。所以所有的人工啥规个代代，伊今仔甲你讲的话，客啊要安那染污的较惨，湿客啊，台东还要6000公斤啦。染污呢，规个屏东尤其六股上惨，哦，六股在了对了。啊，今年只包装厂去甲包园的吼，我勒包规个园准备要挂销的只，今年拢着掉啊啦。所以呢，咱反正爱家帮忙，但是政府你唔通讲，啊，这个股神大家拢有我啥，你禁我的。本来海关就是全世界保护咱台湾嘛，保护咱家己，海关嘛是最后咱的手段。那为什么？你不新增，你笑话假完，你不要新增，你叫别人啊！你大陆你都新增了，你都给我放落去啊！莫来用这套啦，大家对顶。尤其最关键的就是安那，咱高雄有一个检验局啊，风检局，看对方哦，因为咱在出口嘛。嗯，对。全球较早可能你高雄你就知影。咱有一个通热线，你听有无？对口。热线就讲万一。验到完啦，啊无啊，拜托个啦，无你给我做一个新增啥费用哦，安怎用啊？大家嘿，啊放心啦，哦，爱有两种嘛，一种我给你新增后放心嘛，一种就退温嘛，一种就销毁嘛，然后下一次改善，你去决定嘛，改善。啊对，啊你无啊，这个热线哦，这两三天拢断了了啊，啊这个线断去，其实农民甲进出口商大家就错了，但是讲，啊你拢无要和人讲，人甲你新闻甲你讲都有孤神，啊你当作。无要无义啊！啊，着时到了，等别甲你动的时阵，啊，5月10日叫大家来吃往来，这毋是对的政策啦。面对两岸的问题，是爱替农民找出解决之道啦，毋是用伊即马个专业安尼咧广告啊。陈其忠有讲啊，陈其忠是有讲啊，讲明明若验到问题，你甲阮讲一下嘛，啊，也不跟我们讲，那其实显然就是这个沟通的管道已经断了。有讲，有讲，人拢有诶，真。咱在出口商，我捌较济，你看，我大家嘛敢问，哎，阿姨讲，啊，都本来都拢有啊，啊，大家变化嘛，啊，我即马都要甲你照起讲啊，尤其啊呐，所谓绿色通道，绿色通道，我们出口才会有优势的，今天不是没有，因为船到靠港就要先去做 PCR 检测的万能力啦，你听好。前朝我甲你讲，我若台南的山啊啦，我万能力，我无法度出口啦，无法度出口啊啦，袂做进啦。佮你要甲我买，我也袂做，因为安那，你
通路上拿到水果一上架，我甲二四小时等五点嘛，我要安怎卖？太气啊啦！都不新鲜啊了哈。讲到农产品哈，农界先可以讲一个小时，但是他的专业，杨国他讲到一个重点，其实还有一个重点，真的就是哦，这个标准哦，到底对于农民来讲重点在哪里？政府有没有帮忙做沟通跟把关？然后还有现在盛产期其实还没有真的到，还有时间。如果跟政府，我们政府跟大陆方面能够沟通好，其实是有机会。但是我们看到蔡总统只是一直在蹭杜文哲这些人啊，蹭芒果干啊，这个。你今天这几个重点啊，其实都涉及到台湾对外的关系啊。我从后面倒过来讲，香港他还有兴趣去找杜文哲在那边拍 YouTube， 然后要中秋在那边快乐。香港这阵子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台湾基本上都好像不知道。像昨天他们有一个叫职工们，因为我以前搞公运的，他们那个职工们有以前很多人我都认识。昨天准备宣布解散，他们总干事辞了职，然后跑离开香港。在那个之前，他们的支联会也是宣布解散。在前面，他们最大的一个团体叫做教师协会，也宣布解散。很多人都要面对，比如说包括账目要交出来，他们各种各样过去的行动到底有没有触法？这么多的新闻每天都在发生。比如说，随便讲一条，他们最近说你这些 NGO， 如果你支持的是个不法活动，以后很多 NGO 免税的部分就取消。这什么意思？他们中共是一步一步一步非常清楚的在进行控制。那回想反送中那段时间，台湾多热闹啊，台湾多兴奋啊，台湾多支持啊，我们到处好像哇跟人家的利害连在一起，那边怎么样我们这边怎么样，结果那边现在每天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台湾好像都不知道。他还有兴趣跟杜文哲好像哇香港还很棒，香港你要面对今天的真实，这几个是跟台湾有关。而且我们还是当时就给人家鼓动，去港塞人，去港木，去港拉，说我跟你徛到底啊 ，Freddy， 你林长佐，你基本上不够菜，为什么不到中正纪念堂过去布？现在几乎每天那边都有人被导购对付，这个东西就装的不知道吗？我们这个国家可以这样子弄吗？而且表示什么？另外你港纵容，随时港放散，啊要和你塞人，啊真正香港的问题后边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唔敢面对啊！啊，台湾人是啊，戆戆跌人死哦。所以台湾的百姓啊，我到底反送中啊，强安怎安怎呐？敢若话衰潲的，结果人出手的时阵，安怎出手，安怎创，你都唔敢看啊！啊，台湾百姓戆戆拢唔知啊，想讲啊，强啊，敢若虾啊，出台要爸母，这个是民进党的政府。我讲这个 CPTPP 这，哎，还是因为美国。美国跟加拿大、跟那个澳大利亚、跟纽西兰忽然间成立一个联盟，老共在成立联盟的第二天就递进去了。没错，赵共这个组织，我们不是到处要找入家吗？我们应该是比谁都积极，大家在准备物件、打关系。这那是阿强阿兴，美国阿提议哦，阿强阿兄讲要放下，讲要加入、要加入、要加入。人一出手的时候，拢看时机，然后。你看美国啊，跟这澳大利亚、跟纽西兰建立联盟的时候，一直下落来申请了，都吐出去啊。美国今嘛卡呀，川普宣布退出，今嘛到底是要搁登去啊，唔登去？啊，中国就等于退去啊。你不管你哪哪，咱台湾唔是讲，咱上欠的只国际组织，你该怎有做些动作啊无？然后中国直接物件就送入去啊。啊，咱过去这么几个月，蔡英文啊，嘴下讲啊，讲，你无动作啊？我要想就会怎啊？哎，你这民进党个太做工，伊个美国做工退出以后，伊就唔敢介绍啊。伊若讲无叫伊入去，唔敢叮当啊。所以咱足需要参加这个组织，拄好在先生跟我做清楚啊。系啊，系啊，很重要。啊，咱先拢无叮当，啊，你有啥物自主性？你踮一间讲台湾哪哪哪，结果这上重要经济，你啊个区域发生关系，你早就会使动作。真的，你等下叫阿强先出手。啊，这间唔免负责任。你做失败啊！啊，结果点点点啊，中秋节快乐，病毒没有假期。